钱的问题，这是单方面晕船，不再出去。我就会在你没晕船的时候，就是必须要钱；在你有晕船的时候，必须要人。感情状况还是单身，还是单身哦。大家还是可以交到朋友聊。我们不要把女生想得太过于现实。换作是我，我有可能，如果一个阿姨给我20万，我给你10万，陪她睡睡觉。天然叫价，价格还不够。价，因为还是帅嘛。先财，那还要给我钱哦？还是你要给他钱？因为我对于性的部分，我是用钱来衡量。外形是 OK 的 ，OK OK， 那就好肤浅，我没办法跟非男朋友之外原则问题啊。应该是可以，好，成交，这个男的出来。Hello， 我叫猪。Hello， 我是阿鹏鹏。欢迎片开始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每周晚上6点准时更新影片。Yeah！ 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女人能受不受了金钱的诱惑？这个话题我们其实也有拍一个。对对对，女生的现实到底是男生造成的，还是说她本来有欲望？欲望，我觉得是个人的欲望，因为资讯过于发达而导致很让大家很容易去比较、去炫耀、装逼。对，最后会被万恶的金钱给诱惑，花一堆钱啊，每天都吃什么没有了，放好车啦，对，去营造一个说哇，你要跟着我赚了多少钱？你不跟着我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观感是不好的，对，是不是让大众可以去接受？我觉得还是人的问题，吸引你的物质上的欲望，男生有时候欲望可能会在于美色，女人就借此这种机会，用她的美色来吸引到这些男生，对，造成男生为了找女人，那女生为了钱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女生到底现不现实，我们今天要看看。好，我们就看下去，拜拜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可以叫我柔。之前被我们访问过了，你现在有没有工作？有。薪水好不好？对，10000出，美甲助理。生活开销 cover 得过来吗？一个月开销大概多少？3万左右，家人还有家人。所以你觉得多少薪资才是合理？3-4万吧。要过多久你才会领到3-4万？1年吗？他现在正在问他现在美甲师。一年吗？3万吗？假使有一个男生愿意一个月给你5万，陪他吃饭、聊天、看看电影，你可不可以接受？那他很好。我觉得很合理。好。啊，如果他不是你的菜，出去就是吃喝玩乐。朋友听到吗？他给你10万，陪他睡睡觉。价格还不够高，价。哈觉得这样不太好。我会跟别人讲啊。那好吧。如果他在加钱，但是他需要低蜡啊什么之类的。他硬紧说，不加钱也 OK。还是要加。所以他如果不加钱，你可以吗？不行，即使自己喜欢还是要。没有喜你不要这样子，你喜欢吗？你有 M 的倾向还是 S 的？应该是 M， 所以他是可以接受的了。如果这个男生他是你闺蜜的男友，绝对不行，这是出事吧？心里会过不去。他给你50万加嘛，还是要低了，一个月好，还是不行。那他给你100万一次而已，真的不要，不行。除非他不跟你讲，那应该就可以。不知情的状况下，所以他10万也可以。不是。钱多少？那我还是会到5万就好。如果有软体真的有遇到这样的男生，可不可以接受？我觉得不会。那你又不说会，有点可怕、欸。人出现在你面前又是你的菜，你可不可以接受？那可以。我觉得人应该比较重。钱还是要拿，但是人才是关键。如果他出去第一次给你的5万，条件是不错 的，他下个月不给你，你还会出去吗？他没有跟我在一起，怎么可以约我？我们你看，这是不是变成钱的问题？这是单方面晕船，不再出去。我就会在你没晕船的时候，就是必须要钱；在你有晕船的时候，必须要人。感情状况还是单身，还是单身哦。大家还是可以交到朋友聊。我们不要把女生想得太过于现实。换作是我，我有可能。如果一个阿姨给我20万，我为什么不去？你要不要去？好，很可爱的女生。Hello， 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维尼，跟我一样无聊。维尼有过30吗？有。你现在有工作吗？有。收入大概多少？38K，餐饮业。你的生活开销大概都多少？20000多。你应该要到多少的薪水才够你的开销加上你的花费？5万以上吧。假使一个男生要给你5万，陪他吃饭、看电影、聊天而已，可以接受。我的菜我觉得可以耶。他可以降到2万吗？2万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哦，对，要长相、玩乐的行程，但是他不是你的菜。太丑就是一般般的话 OK， 一般般，他给你10万，一个月至少要发生一次。我没办法跟非男朋友之外。那如果他长得帅，但我还是要确认关系才有办法那个。改成给你20万，一个月。原则问题啦。50万，50万啊，应该是可以。好，成交。那个男的出来。
金额上其实还是要达成协议。但如果他的五十万里面含一辣以外，哇，好可怕！我用他应该是 OK。这个种事情是不是循序渐进到这样子的氛围，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？应该对啦，应该。他一样是给五十万，但是他是你闺蜜的男友。一次而已呢，不要啦，我觉得这样子我很难面对。110万，你可以分你闺蜜50万，大家闭嘴。可能会跟我闺蜜讲这件事情，让她不要这个男朋友。对，有个软体在找包养，你会对这些人会比较反感吗？对啊，刚都答应了，你还很反感？你在那边好奇会到底是怎样的男生在用这些？看有没有50万的人到底长什么样？如果只是纯走走，应该是可以吧？这男生真的不错，给你10万，我应该就退还他。你会退他10万，退他5万？10万呢？我为什么退他5万？5万还是要拿吗？我要先看一下保证金5万。如果有情愫的话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你那10万会退给他吗？不用退啊，但我还是要拿。钱也很重要，人也很重要。所以你现在是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有了。那没什么聊啊。男朋友小心吗？Hello，Hello， 怎么称呼你？我叫 Hera。Hera， 30。所以你在目前是有工作吗？对不对？有，我是平面设计。薪水大概落在哪边？刚毕业出来，30上下。一个月开销落在哪？一个月加起来可能要3万内。你是哪里人？马来西亚。所以台湾定居了？没有啊，成为永久居留的话，其实没那么容易。就找一个人结婚吧，结婚不是一切啊，自己解决才是聪明的。晚上自己来啊？不是，自己解决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万一我离婚的话，我就没有这个居留权。我们这边还有两个人预备用。钱这个方面，你觉得重不重要？我觉得蛮重要。如果有一个男生给你5万，看电影、吃饭、聊天，你可不可以接受？好像还不错，因为我在单身的期间也有跟男生出，他有给钱？没有出门一整天，你会发现比我上班日还要累。你跟别人聊天没有钱赚，听起来不错。如果说我今天要帮他做什么服务的话，你有在做服务是不是？没有。他现在多加了5万，要不要发生关系？我不要。那他肯定20万，因为我对于性的部分我是用钱来衡量，但是你外形是 OK 的。OK， 那就好。肤浅，可是你会晕船，就晕啊！我拿到钱，我不到底，只给你2万的。那如果你的菜一个月给你10万，低辣、皮鞭、野炮，你会做？有奇怪的快屁，我就不行。如果他50万，不行，那不是钱的问题。我觉得到那个状况，可能就自然而然会发生，偶尔会突破我的底线。就算给你10万，都有可能这样子。有可能，就是他跟他相处的状况。对对对，早知道跟他谈点婚就好了。加持他是闺蜜的老公或男朋友，我是不行。我跟这个闺蜜比跟这个男的还重要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现在没有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斯文戴眼镜看起来乖乖的男生，你们两个看起来就是好好聊天。是哥哥啊，那哥哥高，不要太笨，会有企划能力。你会给他薪水是不是？不会，因为我企划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规划。对，但是行动力也蛮重要的。我们是很有行动力的，但是很懒得规划，这样就出钱。Super Day， 我们会出钱的工具人。啊，对，拜喽。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叫 Peggy。Peggy 今年几岁？27。你现在目前有工作吗？我是护理师。收入是多少？大概6到7。你现在的薪水 cover 得了开销吗？勉勉强强。你开销这么大？我还要付房租啊，大概2万块。住那么好？对啊，住比较好的。假使有一个男生给你5万，陪他看电影、吃饭、聊天。好，好，那这个男生帅吗？先是你的菜，那还要给我钱哦？还是你要给他钱？他会给你钱，那很棒啊！如果一般般啊，也是还不错啊。至少你不能觉得恶心，真的吃不下，多一点再出门。跟你改10万，但是要发生啊！我没办法，要有爱，肢体接触，你的底线在哪？坐在旁边，给你5万，你手都不能勾啊！后续有成功培养起感情的话，晕船的时候，对啊，那你会把5万退他吗？不会啊，他只能在网上借。人就是这样子，培养出感情，我还是给你1万，就还发生关系。他喜欢 S M 的活动，你可以活动。前提就是不讨厌这些事情。BDSM 那个是不讨厌，对。所以你可以接受尺度会蛮大的。我自己个人，对。所以都可以不用加钱，对啊对啊对啊。给你50万，你可不可以发生关系？我不行哎。给你100，就是不行。一栋房子，80天他给我一栋房子我都去。800天，所以你们是阿姨可以的那种。可以啊，这个男生是闺蜜的老公。哇，不行，我吐了。那个道德底线、哦，所以你现在是有男朋友还是没有男朋友？有。那你们会做什么样的？在那方面是有这样子亲吻啦，我们两个这个是有共识的。他可以舔你眼睛，不是吗？你又要做什么奇怪的事？对不起。他很喜欢脚，闻脚还是吃脚？对，吃你的脚。好玩吗？
好玩就好了，拜喽！今天健房的到这边结束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每周五晚上6点准时更新影片。Yes。今天访问这个主题，只要有颜值，一切都好。妈的逼的，什么世代啊？干，看着男生去整形，你把钱花在自己身上，你就他妈有一堆免费炮可以打。这样把女生讲得很肤浅的，是啊。我其实不会因为金钱而完全被诱惑到，每个都是卡在长得不好看的就不行，自己的菜就 OK， 这些都是仅供参考啦。因为我们只有这问这四个女生而已，但或许有其他人他们的想法不是这样，加持年龄层再更低一些，有可能就 OK。再没有真正把现金放你前面，可能都 say no。当钱已经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天使跟恶魔的斗争有没有阿姨啊？下集的东西就下集再说了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